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 大家好, 我是 Dan. 去年制作了《欢不论证》的横扫了韩国音乐榜的综艺节目 놀면뭐하니, 最近又开始进行了一个制作男歌唱组合 MSG Wannabe 的计划，而受到了网友们的热烈支持。 MSG Wannabe 这个组合名是有力参考了2000年中半期红遍全国的人气组合 SG Wannabe 而创造出来的组合名，而 SG Wannabe 是由 Kim Yong Jun、 Kim Jin-ho、 Lee So Kun 所组成的三人组合。对于 海外 K-pop 粉丝们来说，除了曾经担任过 Produce 系列的歌唱老师 Lee So Kun 之外，组合本身以及其他成员们可能会有点生疏。但是在2000年中半期 SG Wannabe 真的是非常火，他们也是韩国 Somori Changbo 改牛唱法的创始组合。Somori Changbo 就是 总之，在那个年代，不管你是韩国男生还是外国男生，只要是住在韩国的男生，都会在卡拉OK唱他们的歌，模仿他们的唱法。而在4月17号 ，SG Wannabe 成员们亲自出演了《Nolmyeon-moani》，现场演唱了《 Timeless》、《라라라》、《내 사랑》、《살다가》、《아리랑》等经典歌曲。 在节目结束后 ，SG Wannabe 出演的 놀면뭐하니 片段登上了 YouTube 的发烧影片，历代名曲也都重新逆袭了音源排行榜。尤其是2004年发表的出道曲 Timeless， 更是在发行后时隔17年，赢了 Brave Girls 的 Rolling， 再次拿下了音源排行榜的冠军。之后，成员们也都纷纷在 IG 发文，感谢大家的支持。其中，成员 Kim Jin-ho 的发文更是感动了很多网友们。我听说了逆袭一位的消息，这不是 SG Wannabe 的一位，而是大家的回忆拿下了一位。那个时候的那个回忆，就是这么强大，这么宝贵。一首好。 歌就是这么伟大，能一瞬间把我们带到那个时候。你过得还好吗？ SG Wannabe 的歌曲都非常好听，真的强力推荐大家去听听看。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只有自己一个人不知道目前风格的 idol， 每个成员都在做帅气表情的时候，只有一个成员在笑。 全天西装帅气满满的捧台소년단，只有一个成员在笑。 每个成员都摆着帅气 pose 的时候，只有一个成员在可爱。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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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拜拜。자다같이다같이 Red Monster, Red Monster, Red Monster. 그러면 이거 누군지 알겠어요? 아, 이거 읽으면 방탄소년단이요. 방탄소년단? 방탄소 진비 전국 지민 수가 Red Monster 제이홉. 자다같이다같이다같이 라몬스터. 너무 치는 맛이다. 라몬스터. 오케이, 라몬스터.